他说他还有时间准备。我靠，怎么又委托？安守倒立的瞬间，我海中的三个朋友。又看到兔子啊！什么？竟然有被比雕抓起来的瞬间吗？好想拍哦！哎，我完成委托也不会给点什么分呢、啊？晚上是要拍什么？公章希望下的时候。第一步是怎样？第一步靠背啊！超皮！第一步超皮的啦！呀吼！真的，碎屁碎，起来嗨！开始，不然还敢？我感觉他根本不想理他。他衣服嘞，跑哪去了？他感觉不是在，可是他感觉不是在找衣服啊。不知道在找谁。有人在求哦。そろそろ。太遗迹，気をつけてね。おかえり。
看这样三颗星，三星一步。这个竟然也有。他应该是依照那个叫什么场地的等级，会逐步增加可以拍到的宝可梦数量。新发现的，姿势200，姿势不是应该？满分吗？在别人身上。新发现的。哦，我以为这个也要评分。哇，这一边的等级要提升也太难了吧。就那两只，要怎么升等呢、啊？就我们还没解到任务哎、欸。难不成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是要随机吧？想睡，又吃，又吃，吃，吃，吃。他在等他，他就跑走了吗？他就真的走了，他就默默的走了。原来是要拍幽灵照片吗？也有可能就是拍他，像他照片那一张而已吧。
管人家都给我吃苹果，我吃就对了。不用，那种都是拍到一次就好，因为它不会算评分。所以我觉得拍到一次应该就是。加一点分，哇！算了，开晚上吧。那个任务有点不太懂，它的要求是什么？别走啊，吃苹果啊，吃啦，吃苹果啦，粉吃苹果、开刀，听到声音，没看到东西。
そろそろ。开乌龟，打呼，给他开到。おかえり。帰り。大新发现的应该也是赚。什么？这个大小还不是满分的？还能再大吗？还可以再更大一点吗？难不成要我解完委托才行吗？